波比险变植物人，侄孙圈冇手信啊！认真唔话得啊吓！朝早喺美国翻嚟 check 佢去探病，逗留咗三粒钟出嚟。佢识只人，识只人康复紧佢个嘢。跟住话我系咁食佢个螺，佢又唔戴手信。咁你又话好似你咁嘅探病探到乜都唔攞嚟，跟住饮佢人嚟嘅。系啊，我未见过佢咁瘦。冇办法啦，年初二因为急性肺炎入院。有传系佢饮酒过量，不过欧阳太同经理人都话唔关酒事。情况好转嘅 Bobby 琴日接受 TVB 访问，话入院嗰阵已经冇呼吸能力，听讲由半夜两点几抢救到十二点，连医生都话佢大命啊！如果再迟啲醒啊，随时会变植物人噶。